各位同学大家好，又到我们投资学的时间。那本讲次是第十讲啊，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债券。那在讲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同样的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林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助讲。那林老师他本身在目前在各个大专院校有讲开设投资学的一个讲座之外，以往也是各财经节目相互邀请的一个特别来宾，在投资理财方面他有非常多的一个经验。除此之外，他目前也是证券分析师以及律师。我们请林老师。好，谢谢各位同学哈，我是林胜安，那么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这个债券投资的这个节目。那么债券呢，它是收益比较固定，那么风险也比较小的一种金融投资。我们欢迎同学们的收看。好的，谢谢林老师的说明。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谈到债券，同样的，我们本讲次也有三个重点。那第一个重点，我们要让同学去了解到所谓的投资债券的一个基本概念。那第二个重点，我们要让同学了解到台湾的公债以及国库券之发行。那第三个，我们要让同学了解债券投资之报酬率与风险。那首先我们来了解到有关于债券的投资的基本概念。当然我们要来了解的就是债券的一个定义。什么叫做债券呢？也就是我们发行人他为了募集资金所以他就透过发行有价证券的一个方式向投资大众所需资金承担债务之责任。所以债券它本身是表彰债权之借款凭证。那一般我们都称债券它是一个固定收益在一个固定收益在证券。那什么叫固定收益呢？所谓固定收益，也就是说其收益或收入系为固定的金额，而且通常有到期期限之有价证券，就是有关于固定收益证券。那有关于债券到底有哪些特性呢？它我们可以分为三个来跟各位说明。那债券它系表彰债权之借款凭证，当然它就是一种有价证券而且它在市场上是可以流通的，而且可以自由的交易移动这样的功能。那第二个它的特性就是它是有利息收入的，也就是债券的我们一般来讲，你去买债券的时候，每半年或每一年或是有些有每季都会有一笔利息给各位，所以债券是有利息收入之有价证券。那第三个我们要跟各位说明债券的第三个特性除了少数的债券没有到期日，大部分的债券都有到期日。如果没有到期日的，我们称为永久债券这个是有关于债券的一个特性。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谈到的就是有关于债券的发行的时候它有哪些基本条件。有关于这方面，我们请林老师来跟各位说明。好的，债券的发行条件可以分为以下几点。那么第一点是发行者，那么发行者他可能是政府的机构政府也可能是金融机构，也可能是一般的公司尤其是一些上市上柜的机构公司。那么假如由政府发行的，我们就叫做政府的公债；由金融机构发行的，我们称为金融债券；那么由公司来发行的，我们称为公司债。那么这里面政府发行的，它的信用是最好，它的安全性也最高。那当然这个越安全的，它的报酬率也就是说利率可能就相对比较低。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票面的金额任何的债券它都会有一个票面的金额例如说以10万元作为一个面额。那么再来就是票面的利率，刚刚郑老师有提过那么这个债券有利息那么如果票面有记载利息的，我们就称为票面的利率。那么这个票面利率它大致上我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的利率，也就是说票面记载这个利率是3%或者4%等等。那么有一种是浮动利率，这个浮动利率的意思就是说债券的利率它会随着一定的指标来变动，这个指标可能是这个物价指数
啊，或者它可能是跟股价指数来联动等等。那么第四个条件叫做利息的支付日，这个利息的支付啊，我们通常啊分为这个每年或者每半年啊来支付一次等等。那我们谢谢啊，请郑老师再继续。谢谢林老师的一个详细说明。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介绍有关于债券的种类。那债券的种类的话，它有分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分类。那第一个我们从发行人来分类。那第一种就是所谓的政府债券。那政府债券最主要就是说政府为了融通政府债务的一个赤字，或是说它要筹措重大的公共建设，所以它会发行所谓的债券，也就是公债。那公债我们一般又分为两种，一种叫做中央政府公债，另一种叫做地方政府公债。那一般来讲政府债券的话，如同林老师讲的，它的因为安全性比较高，所以利率都会比较低，但是它一般都是我们的一个利率指标。那第二种我们称为金融债券。那金融债券一般就是我们金融机构为了筹措中长期资金所发行的债权凭证。那一般来讲，我们可以分为所谓的一般的金融债券，也就是第一顺位的或是说次顺位的金融债券。那次顺位的金融债券最主要，它可以作为我们在国际清算银行所谓的资本事实力里面的一个自由资本。那第三个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所谓的公司债。那公司债它本身也就是企业为了筹措中长期资金所发行的一个债权凭证。那这个分类就比较多样化，包括所谓有担保的公司债与无担保的公司债，或是说我们可以分类为可转换公司债或是普通的一般债券就是有关于公司债。那第四种有关于就是我们所谓的国际债券。所谓国际债券就是国外的机构到台湾来发行的一些债券，或是本国的企业到国外去发行的债券，这个叫国际债券。那这个是有关于由发行人来区分的。那如果接下来我们用信用平等来区分的话，我们可以分为三类。那以目前国际信评公司我们比较著名的，包括所谓的穆迪，还有就标准普尔，还有就是信誉。那国内的话，我们有所谓的中华信评公司。那它的分类的方式，第一个我们把它分为叫投资级的债券。那投资级的债券，它本身就是由这些信用平等公司把它平等为BBB minus 以上者，我们称为投资级的债券。那它的特性就是说，此种债券具有相当可以可信的偿债能力，所以这种债券的话，各位同学如果去投资的话，会比较安全一点。那第二种就是所谓的非投资等级的债券。那非投资等级的债券的话，就是经过信评公司把它平等为BB minus plus 以下者称之。那这一类的一个债券的话，它当然偿债能力就比较差而且在 C 或 D 级以下的话，它的票面利率很高。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们去买这些非投资等级的债券，我们一般都称为高收益债券，也就是说它的风险很高，当然它的报酬率就很高第三种就是无法平等的债券。为什么无法平等的债券呢？可能因为法令的关系或条件并未受平等如转换公司债就这个就是此列的一个债券。那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从利率来区分的话到底我们如何去区分，在这方面的话我们请教林老师来跟我们说明。好的，那么债券的这个利率我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的设计方式。那么第一种是叫做零息的债券。那么所谓零息，就是说票面上并没有记载这个利率是多高。那我们投资人收益从哪里来呢？它是采折现的方式，也就是说，例如假设这张债券它的这个面额是10万元，那么如果利率是10%当然10%蛮高的，那么它可能就是用9万元来发行，那么这个1万元就是这个折现的利息，就是所谓的隐含的利率。那么这种设计方式，我们就称为
零息的债券，那么第二种是叫做固定利率的债券，也就是说在债券发行的时候，它在契约上就载明票面利率是百分之多少哈，那么这种叫做固定的利率债券，这一种固定利率债券大概通常是每季或者每半年或者每年来领取一次的利息。再来第三种叫做浮动利率的债券，所谓浮动利率就是这个票面所记载的利率它并不是固定的，它是按照一个特定的一个利率的指标来浮动。那么比较有名的是伦敦同业拆款的利率，我们叫做LIBOR rate 用这个指标做标准，或者新加坡同业拆款的利率那么用这个利率做标准那么这个发行债券的政府或者是金融机构或者公司再按照这个利率来加码那么这个利率它不是固定的，所以我们称为浮动利率的债券。那么第四种是反浮动利率的债券，那么这一种这个债券它的利率也不是固定的，它是跟着一定的指标来变化，不过它是跟浮动利率指标这个利率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当浮动利率指标它的利率这个市场利率下跌的时候反浮动利率债券它的这个利息的收入反而会增加，那么相反的当这个市场指标利率它上涨的时候，我们反浮动利率的这个债券的利息反而会减少，所以我们同学可以在利用当市场利率下跌的时候，我们来增加反浮动利率债券的投资的金额，来增加您的这个收益。谢谢林老师的一个详细说明。好，接下来我们以赎回的方式来跟各位分类。那第一种就是有负买回钱的一个债券。什么叫负买回钱的债券呢？本身来讲就是说我们的发行公司在债券到期日的某一个一定 特定的一个日期有提前可以按照之前一定的价格买回债券，也就是说这个主动权是在谁的身上，当然就是在我们所谓的发行者，也就是说我发行公司。当然在利率往上提高的时候，在这种状况之下，那发行公司当然他就会提前的赎回他所发行的债券，他可以再次的一个发行比较用比较低的利率来做发行。第二个负买回钱的一个债券，那负买回钱的话跟负买回钱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负卖回钱的一个债券是由投资者掌握这个权利，到底我要不要卖给发行公司这是有关于负买回钱的一个债券这是有关于依他赎回的方式来跟各位说明。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第二个重点，就是有关于台湾的一个债券以及国库券的一个发行。那首先我们来跟各位说明一下政府为什么要发行公债那最主要目的第一个就是他为了就是融通政府债务的一个赤字，以及他如果有公共建设的时候他就会发行所谓的公债。那公债的分类我们一般可以分为两种哪两种？第一种就是甲类的，那甲类的它是非日常性的一个建设公债，那这个非日常性的建设公债将来的还款来源由财政部来做编列预算来偿还那第二种是乙类的乙类的是日常性的所谓的建设资金那日常性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发行的公债去筹措的资金，那筹措资金之后我去建设假如是高速公路，那将来高速公路我们可以有所谓的过路费，有的这一笔收入我们将来可以用这笔收入来还这一笔也就是乙类的日常性的作为还款来源就是有关于我们公债的一个分类。那第三个有关于发行期间，那我们一般发行期间可以分为两年或是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为主那第四个标售的一个方式那以目前的话我们的标售的方式是由
我们所谓的互市利率标改为单一标的方式来标售，那我们一般称为荷兰标啊。这个意思是怎么样呢？假设有四个人去标公债，A 的话它是用1%， B 的话是用2%， C 的话是用3%的，D 的话是用4%。如果我们用3%的利率得标，那以往的话，那 A 的话就是要用1%所利率所算出来的价格去购买 ，B 的话就必须要用2%的利率算出来的价格去买，那 C 的话就是用3%的利率算出来的价格去买，那是以前的互市标，那现在的单一标，也就是说不管你是A、B、C， 它都是用3%算出来的价格去购买这样的话对于那些去标售的人会比较公平一点，而且他买的价格会比较低。那接下来跟各位谈到所谓的可分割的公债。那什么叫可分割的公债呢？也就是说我们把债券的话的本金的部分跟利息的部分把它分开，分成什么分割利息公债以及分割本金公债两种。那这两种的话有一个特性，他们都是一个零息公债那我们举例来跟各位说明如果有公债，它面额是5000万一张其票面利率1%，那五年到期那我们就可以分为6张的分割公债，分别来标售那我们就可以算出来5000万乘以1%，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年都有利息50万。那这利息50万的话，总共有5张，那5张就是我们所谓的利息的一个分割的一个公债那再加上本金的话，总共有6张，这个是可分割公债的一个说明。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说明一下，也就要问林老师，我们一般投资者他要去购买公债的时候，怎么样去购买？我们投资人要购买公债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为几个情形来说明。那么第一是在公债发行前的这个时间来购买。那么在小额投资人方面可以透过这个像邮局或者是证券商，或者是这个台湾证券交易所他所指定的这个证券经纪商，我们去委托他来投标。那么是以10万元作为一个购买的单位。那么这个价格是按照这个竞标最高得标的利率来换算出来的价格为准。那我们比较大额的投资人所谓大额就是说他购买的金额超过100万的，那么这一个可以委托交易商，以交易商的名义进场来参加投标。那么他这个投标的价格也是按照最高的得标利率价格来换算。那么第二个方式是在公债发行之后，也就是流通之后来购买。那么民众，我们投资人假如想要购买这个次级公债就是这个次级市场的这个流通公债，我们所谓次级市场就是发行之后再度来流通的，我们就称为次级市场的流通的公债。那么可以向银行、向证券公司或者票券金融公司他们的公债的交易部门来购买。那么再来一种方式，就是购买这个登陆的国库券。那所谓登陆就是没有实体的交易。那么没有实体的交易，它怎么交易呢？它是透过一个债券的存折来做买进卖出的一个登陆。那么购买这个登陆的国库券它现有这个银行这个邮局票券金融公司、证券商以及这个保险业，他们来参加投标。那我们一般的民众就是自然人法人可以委托票券商，以票券商的名义来参加投标。谢谢林老师的一个详细说明为什么我们有小额的一个公债这样投资一般的民众去投资，最主要的话我们政府要鼓励一般的民众能够参与公共建设。那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跟各位说明。
那第三个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重点，就是要各位同学去了解有关你在购买啊债券的时候，它有哪些报酬跟风险。那首先我们来跟各位说明，各位投资者在购买啊债券的时候有哪些收益啊。第一个收益的话，我们就所谓的利息所得啊，利息所得，也就是说刚才林老师跟各位介绍过，我们一般的债券它的有一个票面金额，由票面金额所算出来的就是一个利息所得。那第二种就是资本利得，资本利得我们一般称为叫做价差，也就是说我买10块钱变成12块钱，那我就可以赚2块钱，这个是资本利得。相同的，如果我买了10块钱跌到8块钱，这个就是资本损失，这个就是第二个，也就是价差。第三个就是汇差，也就汇差的一个利得。汇差利得最主要就是说，各位同学如果购买国外的一个债券，当然就有汇率的损益的一个问题啊。在这方面的话，各位同学也必须要去注意。那第四个就是再投资的一个收益，也就是说各位买了债券之后，它有所谓的利息所得，有了这个利息所得之后，你可以再去做投资，这个就是再投资收入，就是有关于债券的一个收入。那有关于购买债券有哪些风险呢？第一个我们要跟各位说明的就是所谓的利率风险。什么利率风险呢？因为在后面我们会跟各位谈到一个债券的利率评价，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利率跟债券价格之间是成一个环比的关系。也就是说，当利率往上升的时候，那债券的价格会下跌，在这种状况之下会造成你购买债券的一个损失。那第二个我们要跟各位谈到的就是流动性的风险，也就是说你持有的债券要卖出去的时候好不好卖。那一般像台湾来讲，因为债券的流通并不是非常的非常的流通并不是非常好的状况之下，有若干期的一个债券它可能会停止报价或是加宽报价，这个就是流动性的风险。那第三个要跟各位说明尾黑风险，也就是信用风险。各位应该都了解，在2008年我们的雷曼兄弟倒闭之后，很多的一些投资者去买联动债，这个就是尾黑的风险，就是信用风险。那第四个就是通货膨胀率的一个风险。那什么叫通货膨胀？各位同学都了解，我们的实质利率等于名目利率减掉通货膨胀率。当你购买的债券的利率如果是5%，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实质利率只有我们实质利率的话我们只有3%的时候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就会你的购买力下降啊。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就有通货膨胀的一个风险啊。第五个有关于汇率的风险啊。也就是你购买该债券的因为汇率的一个变化而产生的一个风险，我们叫汇率的风险啊。那第六个再投资的风险，什么叫再投资的风险？也就是说各位同学去购买所谓债券，那债券的话有利息，那各位同学拿这个利息再去做投资的时候，那你再做投资的时候的利率比原来投资债券的票面利率来得低，这个叫做再投资的一个风险。那第七个我们要跟各位谈到的就是强制赎回的风险。什么强制赎回的风险？也就是刚才跟各位谈到的一些债券的话，它有负买回潜的一个潜力，也就是公司当整个市场的利率走低的时候，它会用它的负买回潜的这样潜力把你的债券买回去当然你如果重新要去购买的话，可能享有的利率会比较低，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我们称为强制赎回的一个风险。那有关于债券的一个报酬的一个衡量如何衡量，我们就请林老师来跟各位说明。好的，那么我们债券报酬率的衡量方式有以下三种。那么第一个是当期的收益率，那所谓当期收益率啊，就是只有持有债券一期它所能够获得到的一个报酬。那它的公式啊，是当期收益率等于 I 除以 P， 这个 I 啊，就是利息收入，那么 P 就是债券的价格。那么第二个衡量的方式叫做殖利率，这指投资人他购买债券之后，他中途并没有卖出，他一直持有到到期为止所能够获得的一个报酬率。那么这个公式啊，我们来看这个公式，
它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个部分是 I 啊，就是这个利息的收入来除以一加 Y 的 I 次方。那么这个 Y 呢叫做殖利率，那我们啊这个利息的部分就是 I 来除以一加 Y 的 I 次方。那么到期会有本金的收入啊，本金啊，我们就是用债券的面额 F 啊来除以一加 Y 的 N 次方哈。那么这个 N 就是到期的意思。那这两个的总和啊，意思就是说，按照每期的利息收入，按照一定的这个折现率来跟它折现啊，所得到的一个利息的现金流量，加上啊最后啊本金的回收。那么这一个啊，它的这个公式合起来，就是我们所谓啊，这个我们所求出的这个 Y， 就是所谓的这个殖利率。那么第三个啊，叫做赎回的啊收益率。那么只持有这个可赎回的债券啊，到啊赎回日啊所能够获得的啊一种报酬率，它的公式啊啊也是分成啊两个部分。那么左边这个部分啊，啊就是利息哈啊来把它还原的啊一种折现率啊，是 I 来除以一加 Y 的 I 次方。那么右边这一部分啊就是 core price 哈来除以一加 Y 的啊这个 N 次方。所谓 core price 就是一个赎回的价格哈，那么赎回价格来除以一加 Y 的 N 次方。那我们这边所找出的这个 Y 就是所谓的啊赎回的收益率。好，谢谢林老师的详细说明。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谈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债券的评价模式。那什么债券的评价模式呢？也就是说我们把债券未来的每一期的利息收入加上它的本金，用一个折现率把它折回来，这个就是我们债券的价格。那我们来看它的公式，它的公式事实上就如同刚才林老师所介绍的公式是殖利率的公式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目前债券的价格它会等于未来每一期这个 I 就是利息再除以一个一加Y 的一个殖利率，再加上最后一期它的面额同样我们一加 Y 的一个殖利率的 N 次方，这样算出来就是我们所谓的债券价格。那有关于债券之到底它是一个溢价发行，或是平价发行，或是所谓的折价发行，那我们就用这样来做一个判断哈。当我们的票面利率大于殖利率的时候，我们一般债券会用溢价发行的方式。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也就是说，各位同学想想看，当你的票面利率大于你在目前在市场上的很多的金融商品的利率来得高的时候，那当然大部分的投资者就会想去买所谓的债券。那债券当然是会卖得比较贵。那第二种，如果说票面利率等于殖利率的时候，我们称为平价发行。平价发行。第四个，当票面利率低于殖利率的时候，我们会用折价发行的方式来做发行。为什么这样呢？各位想一个问题，如果当市场上所有的金融资产的殖利率都比你发行债券的殖利率来得高的状况之下，那各位想一想，当然你不愿意去买债券，会去买什么一般的金融资产嘛。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它必须要用折价的方式来发行。那折价的方式来发行呢，到期日的时候它用面额的方式就你也可以用面额的方式再拿回你的本金，这个也是利率的一部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本讲次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很感谢林老师的一起跟我们讲授本课程谢谢各位。